接下来 ，Tom Vision， 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做休息室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化妆师就说，你说那个朱旺旺真的是个照片要发多少次朋友圈呢？我没有，我就发了两次啊，因为我拍的比较多了。他说他就说他说应该是觉得自己拍的很好吧？所以他没有觉得吗？然后他们就说嗯，还是蛮好看的。所以你看到了确实蛮好看的。你有给我点赞吗？没有。所以你不认可我拍的照片？我觉得挺好啊。然后呢？就看今晚5000个卖掉不？那我们放晚一点播吧。不啊，就现在开始，好不好？所有女生们 ，Tom Vision， 哎，他们想要放的很晚播，我就帮你们直接提前，但是只有5000，好不好？但是这个品牌我真的很推荐给大家，你们真的可以去买买看 Tom Vision 他们家的就是摄影。真的能把我拍成这样，真的很难。所以我说实话，所以老师修了多久？10天？不可没有，日日夜夜。我拍完第一套哦，我拍完第二套开始拍第二套的时候，第一套是完了。因为我告诉你们哦，就是他们家的修片哦，不是让你等待那一种。因为女生拍到自己好看的瞬间和拍到自己最漂亮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一定是很期待马上要看到的，对不对？当时美们，他们家就是有一个特点，就在于人像杂志精修级别，然后在摄影师旁边修图是坐在那儿修，坐那就跟摄影师拍好了，你们选好了那种比较好看的照片，来一滑过去开始修。修完了之后，你第二条一拍完，来，我第一张照片好不好看？嗯，我真的就这种感觉，我真的坐在小哥哥旁边，然后而且你不需要第二次再到店，对，嗯，你不用来回。然后你说出你的故事，坐在小哥哥旁边干嘛？然后他修完之后，我说我可以看一下原片吗？一看，我说删了。没有，其实我说实话，还原度真的很高啊，真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在直播间把你们所有的照片都放出来吗？当然不会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照片吧，好不好？哇，好美啊！真的，我跟你说，这张照片你要给那个老师加工资，没必要到这种程度吧？要，这可能你是这一辈子最好看的一张照片了。腿有点粗，因为马上毕竟要步入30岁了嘛。我离30岁还很远，你离30岁一步之遥了。哦，天哪，这是哪个女团出来的？这个嘴巴绝对，我跟你说，P了很久。这嘴巴就是我的嘴巴，你在搞笑吧？你的上唇没有那么多，你老师是不是乱画？就是把你的嘴巴疯狂画，画了一根口红。哎，你的上唇有这么厚吗？画出了一根玻尿酸。对啊，这个嘴巴都画出来一个玻尿酸，好不好？我跟大家说，哎，你这个嘴巴不好像香肠吗？好美啊，好好看哦，不好看吗？就是这个嘴巴有点真的假。这一张我觉得是比较有质感的。这张非常美，因为我想尝试一些不同风格，让你点评一下。嗯哼，你这个嘴巴是不是很夸张？但是老师有老师的一边，但是我觉得老师给了你一个就是灵感，是去整嘴巴吧，把嘴巴打两针就变成这样了。不，老师说我的嘴巴他画过，他觉得我很好看。为什么觉得吗？思琪也觉得我嘴巴很好看。好美哦，拿这个去相亲应该有点过。拿原图去相亲吧，庆姐，来看一下庆姐，庆姐拍的很好看。你这个情绪真的，好吧，来我们看一下庆姐，我们看一下庆姐，对，庆姐有几套，这套就比较偏女公关类型。我跟你说，庆姐这个妆化完之后，我们就说完蛋，收购汤唯是，就女老板类型哦。对，真的超美。这个黑白这组黑白非常好看，非常好看，很有质感啊。这一组黑白真的非常有质感，就是人物的那种人像摄影特别好，对，肖像摄影特别漂亮。所以我庆子姐就想了这一套嘛，因为我呈现不出来这种效果。对，我蛮期待你呈现这种效果的。那应该会垮掉。应该可能看的都是钢牙，就会发光啊，黑白没东西看就看那个钢牙在发光。这套很好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拍拍拍这一套，对，因为这套放家里面十几年不会过时的那种。然后，所以这是假发。对。其实他们很棒，连假发都有准备。我刚刚那个也是假发，你们没看到我发量那么多吧？没看到，好鲜哦。嗯，这个是孕妇照，所以就是，对啊，这孕照，嗯，孕妇也可以拍。这哪看？我看不出来是孕妇照啊。因为庆子没有肚子嘛，你这看得出来就怪了。okay, 还有吗？没了。OK，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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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女生们，真的。妹妹，这一次是真的，我们体验了这么多次拍照的一些就是产品。美们，他们家这一次的产品是真的惊艳到我们身边所有的同事。今天抢的女生们一定要手速快了，因为只有5000组，因为我们要保证大家的服务的那种感觉和那个就是化妆的时间要比较的偏完整，要不然赶来赶去就是帮你拍完，然后让你赶快下一个走到下一个的话就不太好了。这个就是、而且他们家用的化妆品都是很大牌的。对，嗯，然后包括这个其实是流，跟我那个照片有什么区别吗？这个视频不能 P 吧，对不对？说不定后期也去了处理呢。好了，你别说话了，气死我了。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拍摄 vlog 吧。嗯。哦，很专业，他们拍片。
对啊，所以体验了一把女明星的感觉。嗯，有知道什么叫素人跟女明星。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我们同样的服务啊，不没有说什么对于我们来说特殊接待。对对对，就同样的服务，好不好？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你们确实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所以老师在旁边开始修片，对，就是非常非常快速啊，帮大家把照片出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发朋友圈了，嗯，好不好？所有女生们，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流程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好不好？美们，我觉得可以在过年前大家拍到好看的照片来做一个留念。天猫店铺价是4038，我们直播间到手价1999，全国限量5000套。